今天走到这个地方，啊，我到底是要哪行？切过去好了，要不然那边都是牛，怕会吓到牛。这个不好走，不建议你们走这种的。你们要走，尽量踩这个有草的地方，知道吗？下好离手。这里我以前有不小心有迷路跑来这边一次，我这边草蛮多，他们都来这边吃草。那里有一条路，我走那条的。你有在看着我，嘿嘿，呀，我只是路过而已啊，一直看，麦撑过来的哦，我怕你要冲上来，我就头大了。